大家好，我是 SR 收费的 Mr. Low，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utoCount 的一些 combine 起来几个 module 一起怎么样用啊。所以我讲解这个是 Consignment 再加 item package 的这个 module，这种是比较常发生的一些情况啦。好像比方说过年啊，每年过年可能你做好了很多那个 hamper，做好了那个 hamper 你会寄放在不同的杂货店，OK，或者是中药店，叫那些中药店啊杂货店帮你去卖，卖了过后。过年后你才收钱啊，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需要用到两个 module，OK，两个 module，因为它卖不完的，你会拿回去 office 拆掉它，然后又重新单一来卖，也是这样的可能性。So，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很鼓励用这两个 module 去操作，OK，So，怎么样去操作啊？So，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consignment，什么是 item package 这些 module，请你先去看回我们的相关的视频啦。So，相关视频你了解了这两个 module 其实是什么东西，这样我才来进来今天的这个 OK，combine 两个 module 三个 module 怎么样一起操作 OK，So，事不宜迟，让我进去 AutoCount 系统啊，讲解一下这个功能怎么样操作。OK，来到 AutoCount 系统，确认一下你必须要有这两个 function，第一个 function 是 consignment，然后第二个 function 是 item package，OK，item package 这两个 module。So，有了这两个 module 过后。你看，现在我们就去加一个 item package 啊，可能这个是 CMI 的 hamper 哦，CMI 的 hamper。So description 记得打 CMI hamper。如果你有那个 expired date，你就打 expired date 咯。如果你是跑一个bundle 的，就打 bundle 咯，OK。或者是一 set 一 set 啊，你有 barcode 你就放 barcode。So 这边 let's say 这个 Chinese New Year hamper 需要用到三个 item，这个是三个四个三个，OK，你就打四个三个三个，OK。它多少钱你就跟着那个。卖家这样子打咯，所以你看它会加进去这个89块，所以你打那个单价，它会自动加进去那个89块。So 假设你把这个 item，OK，consignment，那些这个是新的客户，OK，新的客户是 customer C 是专帮你代理这个 Chinese New Year hamper 的，这样你就选择 Chinese New Year hamper，OK，在这边如果他拿了10套，这样你就打10套，OK。So 到最后你会看到之前我们的那些 report，包括 outstanding 的这些 invoice 那个consignment 的 listing 啊，DQ listing 啊，这些 listing 你看这边会有这个 item package 啊，item package，你如果有勾到 item package，它就会专挑那些 item package，会加那个 item package 进去了。OK，你看如果我没有加，So let's say 这个是 customer C，OK，所以我就只是选 customer C，So 你看它的出来的那个。它是没有 list 出来的，你看到吗？如果我是有选到那个 customer C，它就会跑出来。So 这边有两种呈现的方法，你看第一种呈现的方法，它是 Chinese New Year hamper 十个里面的 sub，它会这样子 show。啊，另外一个呈现的方法是它只是 show 那些 sub 的，它没有 show 那个 hamper 的那个名字，它有两个 setting 在这里哦，你可以自己去 try 一下，你自己去 try 一下，OK？不过当我们 stock take 的时候，一般上它是跟那个 sub item 来 stock take 的哦，它是没有跟那个 hamper 的那个 code 来 stock take。目前我们是没有 support 这个 item package 的那个 code 来 stock take 啊，这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咯。So 整个功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整个概念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是要 check 它的那个 balance，OK，你只能通过这个 pre-listing，然后这边有 DQ listing，你只能通过这边去 check 这个。hamper 的那个 balance，OK，so、okay? 整个功能基本上就是那么简单。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欢迎你联络我们，谢谢大家。